海岸中加 B 出任动力第二条，一法兰一分别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效。一日由各党团协商，协商报告及出席的报告第三日起报告。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报到，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布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苏巧慧在书证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报到，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郭国文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赴立法院报到，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郭国文在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赴立法院报到，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林楚仪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赴立法院报到，其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林楚莹在书证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赴立法院报到，其开议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赖慧媛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向立法院报到，其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赖慧媛在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向立法院报到，其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钟嘉宾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向立法院报到，其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如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项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
委员钟嘉宾在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日起向立法院报到其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如今总统解散时，有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或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其向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十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沈博阳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前向立法院报到其本院开议制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向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本院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七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委员沈博阳再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向立法院报到其本院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向报到及出席会议，应由立法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本院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七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陈俊宇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日起报到每会期开议日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向报告及出席会议，应由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五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陈俊宇再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及九月一起报到开议由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向报告及出席会议，应由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七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邱毅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起报到开议日由院长召集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向报告及出席会议，应由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三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邱毅再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日起报到开议日由院长召集各党团协商决定之。但经总统解散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向报告及出席会议，应由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党团协商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七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决定之。委员李坤泽修正动议第二条，立法委员应分别于每年二月一日及九月一起报到每会期开议日由院长召集各党团协商决定之。总统依据《党章中第二条》第五项解散立法院时，由新任委员于选举结果公告后第三日起报到第十日开议，前任新任委员出席会议，应由委员亲自为之。第一项开议日，委员首先无法达成共识时，即由院长于七日内召开全院委员谈话会决定之。委员李丹泽再修正动议第二条，这就是你们庆祝五二零的方式吗？立法委员张宝仪每年二月二日及九月一起报到每会期。你收回来，你收回来，你收回来。
现在我们休息，现在我们休息。